5月18日下午2点，为庆祝美国亚裔传统文化月，休斯顿美孚阳光长者活动中心特别举办了一场纪录片《People Power》免费观影活动。德州华裔议员吴元之以及来自休斯顿各界人士近100人聚集一堂，请看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纪录片《People Power》荣获3项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该片由奥斯汀电影人小白制作，他表示能够记录美国历史上华人的重大事件感到非常骄傲，用纪录片的语言来真实展现整个事件发展的经过，留给未来值得让更多华人思考和借鉴。美孚集团董事长于斌表示，非常高兴和自豪能在美孚阳光长者活动中心举办这样深具影响力的观影活动，这也是第一次记录华人活动的纪录片，把休斯顿、奥斯汀当年抗议 SB 147歧视法案的经过全面展现，非常难得。也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纪录片《People Power》时长1.5小时，情节紧凑清晰，内容发人深省。纪录片里再现了这次抗争中，从美国政界到普通市民态度的坚决和热情。国会议员埃格林、国会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休斯顿前任市长特纳以及德州首位女性亚裔议员朱黄惠爱、民主党州议员吴元之、斯坦福市市议员谭秋晴等积极呼吁华人社区团结起来，据理抗争。各地华人社团领袖、侨领也成功地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反抗德州法歧视案 SB 147大游行。影片上再现休斯顿中国城百利大道上华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情形，为美国华人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正如观影展结束后德州华裔议员吴元之的讲话，在社会矛盾动荡时代，华人常常会成为替罪羊，因此我们需要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勇敢地面对，积极投票，让美国社会听到华人的诉求。今天我们的抗争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为了下一代，每一位华人都应有责任投入其中。讨论中，休斯顿白先慎教授以及许多观众都发表了各自的感受，对记录华人生活和时代的做法给予了积极赞扬，并且对华人历史的资料收藏和传播提出了好的建议。